八年后，仅仅八年，载册人数不足7000万。一个帝王，要是意识到自己的无能，那种势力是会把他逼疯的。李川和世家之间的矛盾，永远无法解决，而且只会越来越尖锐。与恶魔酒者没有化身成鬼，又赢得酒，往这儿。 插了进去。我抛却了自己，抛却了本该属于我的爱情，来到这深宫里，不是为了听陛下跟我说什么各自安好。你说我和那些青楼里卖身的娼妓有什么区别？京城情妃已确认怀有身孕，所以。 我需要一个男人，秦姑娘，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女人，你置大夏朝政于不顾吗？你忘了你自己是谁吗？李川，我是李川。秦真真死后，李川心里最后一点对世家的容忍，都已经没有了。传朕旨意，苏家满门成。臣以长公主的身份请求陛下。 放过苏家人吧！命运的齿轮又一次转动，又到了抉择的时刻了。太子，还气吗？夺嫡，还拦吗？